下面我们介绍如何添加背景，添加人物，添加道具。添加一个背景，把这背景挪到中间一些来，锁定它的位置，好，以免被错误的挪动。接着我们添加一匹马进来，可以翻页，寻找一个可爱一点的小马。这个马的大小呀，有点太大，我们把它移动一下子，缩小一下子。再添加个白云进来，